当女同事们看到我穿排扣裤，你看这男生穿排扣裤等女士穿 S 吗？知道啊，帅吧？那你还敢出来办公室啊？我什么不敢的？我看看。哎，怎么还上手了？等一下，把裤子换了，我拍两张看看。哎，好帅啊，你穿这个。哎，看归看，别动手啊。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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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事们也太热情了。小宝穿排扣裤了。什么情况？先躲躲吧。小宝，你穿排扣裤真好看。哎，别动，你眼神很危险啊。哎，干什么？这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吗？那我拍个短裙呗。以后工作就穿给大家看，周末就只能穿给我一个人看，可以吗？哇，好呀好呀。凭什么？也不是不行啊。爽！